圣骑士之歌是一款 ARPG 手游，游戏故事以西方魔幻传说为主题，并主打华丽的装备铠甲以及翅膀宠物等各种酷炫的系统。翅膀与其他装备可以更换强化镶嵌不一样，它只能靠翅膀来升级，而且升级还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一旦成功，翅膀的外形就会变得更加华丽哦。然后你看到那只会帮打的宠物没？宠物需要收集宠魂才能逐渐养大，而游戏每天都会提供十次抽宠魂碎片的机会，记得每天都要抽哦。胜利还将赢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